因为我完完全全相信你啊，但是我一秒都不想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那我就更不吃醋了呀。所以说，你是在故意整我。 全世界都喜欢你，而你就只是我一个人的，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。猜猜，这一次是什么用？ 是 fall in love。 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超慢棋巡回赛的决赛，由盛景初九段对战本次比赛以来最大的黑马美女选手贺宇五段。现在两人刚刚进入布局阶段。哇，好厉害啊！ 贺宇他能在决赛的时候和小景师兄面对面，要知道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！这手有点意思啊，试探硬手一直是小景师兄的风格，贺宇这是在挑衅吗？哎呀，这一上来火药味就这么浓，有好戏看。盛景初在这个局部究竟会有怎样的构想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居然笑了，看来这局棋一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啊！程辽姐姐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你不觉得这个贺宇对小景师兄有点不太对劲吗？嗯，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是我的。等等我。